就想到这件事。中年之后，他只是偶然想到，并对他提起。家时，他远远看见自己家的灯还亮着，有两块橘黄色的窗形的光投在屋外的雪地上，他的心砰的一跳。是不是老头回来了？他又想，
是他刚才临出家门时慌慌张张忘记关灯了，还是老头回家后打开的灯呢？走到家门口，他发现有一串清晰的脚印从西边过来，一直拐向他家楼前的台阶前。这是老头的吧？他走到这脚印前，弯下腰仔细的看，却怎么也辨认不出来那是不是老头的脚印。天呀，他想，我真糊涂了，给他生活一辈子，怎么连他的脚印都认不出来呢？他摇摇头，走上台阶，打开楼门。当将要推开屋门时，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愿我的老头就在屋里。这心情只有在他们50年前约会时才有过。屋门推开了，啊，老头正坐在桌前抽烟，地上的瓷片都被扫干净了，炉火显然给老头通过，呼呼烧得正旺。顿时有一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把他冻得发僵的身子一下子紧紧地攫住。他还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老头跟前，一杯放在桌子的另一边，自然是给他斟的。老头见他进来，抬起眼看他一下，跟着又微睡地垂下眼皮。在这眼皮一抬一垂之间，闪出一种羞涩、发窘、歉意的目光，这目光给他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他站着，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之前夺走的烟嘴，走过去放在老头的跟前，什么话也没有说，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热菜热饭，再煎上两个鸡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